makes me want to keep you round my mind。 乱乱吗？不会啊。我们现在人在机场，现在是早上5:30，57点的飞机，我们即将要前往清迈。欸，这个场景怎么跟上次在北海道很像？它的东西不便宜就是了，所以我只单点了一碗粥来吃。然后我刚刚本来想说还有一点时间要来去试帐按摩一下。我先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。我们 day one 呢，因为早上7点飞嘛，11点会抵达清迈，入境的时间可能要很久。然后早上呢，因为没有睡好，先去取车，因为我们这次要自驾。然后取完车，先去换钱，换完钱按摩，然后按完摩之后就可以回到民宿。而且我们这一次住的是一个非常。非常。我先卖个关子。我都忘记长怎样了。我先卖个关子。反正这一次大家就是照我们一天一天的行程走。对，开场废话不要太多。现在取好行李，然后在11号出口，然后还没有取到车，还没有取到车。然后我用的租车平台是租租车，然后因为他们到了，你需要打电话去取车，所以我现在不能打电话。然后后来我刚刚用他的线上客服，我觉得他们服务还不错，他线上客服直接联络这边的门市，然后派车过来接我们，所以我们就等一下咯，看多久，然后车子会到。已经接到电话了，他现在因为我们在11号门，他请我到1号门去那边等他，他会过来接我们。对，前进。我们的服务人员来接我们了，好感动，他讲中文。他会讲中文。对，他会讲中文。Buzzing with song, just like the birds and the bees. Years from now.我们现在坐在车子里面，我整个就爱困哎，感受幸福，幸福个屁啊！你坐副驾驶座，不是啊，因为没有来过泰国自驾，会有一点喘，你知道？对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他刚刚我在日本自驾没有付这个，他刚有付了一个充电线。三种头都有，手机架，他给你一个手机架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而且我觉得车子很干净哎，不输日本，服务也是很不错。服务是很不错啊，只是他们流程上没有在日本租车这么复杂，就是、严谨，没有那么严谨。对，我们接下来要先去换钱，先换钱，对，然后应该会慢慢开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行车记录。All I could ever need. It's like you walked out of my wildest dreams. Yeah, I got you, honey. You got me. Yeah, I got you, honey. You got me. Yeah, I got all I could ever need. I swear you.二零说开了5分钟吧，5分钟，他说他可以5到10分钟就有感觉，对，已经可以聊自驾心得。自驾心得就是跟日本一样，我就是个已经是个融入当地的泰国人，很接地气，很接地气，完全无违和，就跟日本一样，都是右驾，超好开的。就是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他们的交通，他们的摩托车也很多，可是我觉得没有像我们台湾，像那个新北市车摩托车很多这样子在开车，车流量对。可是你才开5分钟，你聊什么自驾心得啊？那是你现在在这个位置。十六说这间餐厅。Google 说。刚刚换完钱，现在来到一间素食的餐厅。我觉得来泰国真的非常方便，找素食就是随便 Google， 也不太需要做什么功课，就是它上面都会标示得很清楚，而且很多。我大概介绍一下，就是它有
比如说咖喱啊，黄咖喱、绿咖喱啊、红咖喱啊，还有炒饭啊、炒面啊、沙拉啊，这些都有。所以我们现在点来吃，平均单价大概是60块到80块。You make me feel so good.我觉得素食者来泰国真的非常的幸福。哎，他这一碗70块而已，料超级多，就是一大碗几乎一半以上都是料。然后他的汤，我刚已经喝了，非常好喝，就超好喝，跟那个越南朋友的比，因为他们都是很爱用一些香料。看那个鲜甜度，就是很清甜。然后喝起来很清爽，不会觉得很多味素或是很香精的那种感觉。感谢阿拉，你喂猪哦！哎，那汤真好喝。感谢阿拉，你喂猪哦！哎，那汤真好喝。我刚以为想说点一个饭跟一个汤应该会吃不够，想说应该很饿，结果它汤里面全部都是料，我觉得其实点一碗饭一碗汤就够了，很饱。嗯。这是你点的吧？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炒饭。它上面有腰果。它这个酱是不是要给它加进去，这样拌拌啊？好像是辣。我先吃看原味好了。对啊。加一个腰果。嗯。它这个炒饭是属于湿的。我没有很喜欢吃湿的炒饭，可是我加一点辣好了。可是也不难吃，就也蛮好吃的。那个表情，你觉得好吃不好吃？马上就看。也没有，它是好吃的，可是我没有喜欢吃这种湿湿的饭，所以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加辣看看。嗯，它加了辣之后味道很重，可是我又比较喜欢吃清爽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不是我的菜。应该是我的菜。嗯，真的是你的菜，你应该很喜欢。蒸面吧。对，要吃很饱啊！我要讲一下，它是有五星的哦，所以如果你们不能吃五星的话，你要跟他讲一下，就是有加洋葱什么的。汤面看起来很好吃，嗯，好吃。不是，这种面就要吃湿的。干面，反正我们就是要吃湿湿的，就有点湿湿，因为它是酱料什么的，好吃。哎，我推这个，哎，这个叫什么？我跟大家讲，这个叫我点的这个是这个。那我觉得用泰文发音的话，应该是 Pad Thai， 我乱讲的啊，我不知道。就是这一餐吃起来才220块，三道，哎，超便宜的，哎，而且很小短袜。好，吃饭。I'm forever young, 'cause you're my only one. 饮料店不是两间，好几间哎，好几间，那一条街全部都是哎。我没有要停留太久了。那我想要逛啊。我赶快进民宿嘞，民宿要开箱。好，这边逛到翻掉了，这个一堆草帽，鲁夫的装备都在这里。哎，那不是我在越南买的吗？你还猜猜多少钱？你还记得我在越南买多少钱吗？我先看。我忘了。多少？不知道啊，它就是编号吧，它写8401。8401多少钱？8000多。84块。喂。问他，问老板。自动舍弃是吗？问老板。350算300，嗯，贵一点。所以越南买多少？买230。所以建议大家买机票去越南买。应该还是可以再杀价了，我觉得。还这么好。这要提的，这要都要手提哦，它不能背哦。对啊，这么安全吗？这马回去送人很可爱。嗯。哎，我觉得这边虽然说就是它价格稍微没有说到非常便宜，但也算蛮合理的。这边超多的，整条街都是啊。对，很多包包都可以搭配衣服，就是它刚刚都有凤梨嘛，然后它那个
会有一点这种就是眼花缭乱失心疯。真的假的？全裸？那你还看？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意思？